日本职棒火腿队斗士队呢，那么台湾的球员杨代刚在昨天是获选为主场的札幌巨蛋年度 MVP， 他相当的开心。那么在今天将在球场举行的球迷感谢日活动接受公开表扬，这也是有粉丝在火腿队官方网站上进行投票，杨代刚是获得了1512票中的706票，顺利击败其他的队友。